OK， 你要搭搭来。哇，人小志气大，小朋友新春挥毫，结果眼睛在哪？哇，变成了印象派画作，最终还是得靠老师出马。这山样子，它这边是一树，一个山。迎接农历新年，新山慈济幼儿园让孩子体会中华传统文化，并且学着口说好话，手写好字。我们常说的祝你新年快乐啊，身体健康啊，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给文字化，把它给写出来，就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。文化得靠代代相传，这也是最好的过节方式。台视新闻接下美职工吴学敏、郑正昌，马来西亚报道。